最佳风险管理奖，特优国泰世华银行。运用巨量资讯，创新风险预警能力，确保银行稳健经营。国泰世华深耕金融科技应用多年，各部门均积极鼓励员工研究发展创新。此次风险管理处同仁对接大数据分析与金融科技相关技术，打造本行新的智能风控系统，借以提升本行在贷后授信管理的效能，同时奠定银行未来永续发展之基石。谢谢主办单位的用心，感谢评审的肯定。